薯片小姐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这个世界没有 evil，我们开心长大，然后我遇见你。我很喜欢这座城市，这里有很多可爱的人，有你。这个城市已经伤痕累累，我们需要跨越隔阂与猜忌，重新开始。粉饰太平救不了所有人，有些事不去面对它，就无法改变它。要注意，很多时候搅局的人才最可怕。我不在乎那些东西，从现在开始你们只能听我的。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想要挽回就必须付出代价，我比任何人都懂这个道理。你现在不该出现在这里。这封信终于可以亲手交给你了。